喂。人这一辈子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儿。你一定要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尽早知道，然后就全力去追，全力去实现。你做的事情呢，要有创造力，最好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不要安稳，我不要平衡。放弃那些所谓的安全，所谓的保险，你获得了自由，然后你的生活会更开阔。碰到头破血流，依然要坚持走到最后。变化也才是刚刚开始，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，都还有一个非常广阔的，甚至无限的舞台，等着我们去表演。我就像一只小小的蜡烛一样，在黑暗中，这一点光亮是很重要的。每一个过程就是你在探索，你在追求，你在寻找自己。你一定要痛痛快快的活一把，这个最重要。让自己最美好的时候，最有梦想的时候，能够在舞台上全部绽放出来。坚持下去，你也一定能成为英雄。啊！一直往前走，直到成功。